回来走，往回来走，瞅一下，大灰看，别过来啊！身份证。这是武警边防官兵在云南普洱市勐马镇通往边境路上的设卡检查。尽管防范措施到位，但一起恶意闯关的行为还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大众爷爷来了，停车！啊啊，说实话，我当时特别紧张，就是因为差点被撞到的那个时候。以前可能就是训练的时候你训练过，但是真正的就是在处置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从来没遇到过。这是艾胜宇胸前的执法记录仪拍摄下来的画面，如果晚移动一两秒钟，艾胜宇就有可能被车撞飞。即便是越野车撞过来，他都做着举枪瞄准的拦车动作。而就在三个多小时前，这辆车还强行闯过了武警澜沧边境检查站。7月20日上午7点多，武警普洱边防支队澜沧边境检查站的执勤官兵正在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例行的检查。一辆驶向边界方向的汽车进入武警官兵的盘查范围，战士马静博上前盘问。我叫驾驶员，我说你出示了你的证件，边防检查。然后他把证件，他的证件给我。一开始这辆越野车上坐在前排的两个人非常配合检查，他们向武警边防官兵出示了证件，并且说要到孟连县旅游。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后面还坐了三个人，然后我就说把后面窗子打开。然后打开之后，我看见就是靠窗子的这个男的一直都挡着中间那个女的，然后我觉得他为什么要挡着，然后我就偏头去看，嗯，那个女的比较慌张。边境安全无小事，战士马静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疑点。那我就去问那个女的，我说你们几位是什么关系？然后女的就一直不敢回答我。然后旁边的那个男的说他们是朋友。你们几个是从昆明下来的吗？然后他们就说是的。我说你们几点从昆明出来的？然后9点多。我说你们赶夜路都要赶去孟连。他说是。当马静博继续询问坐在后排中间的女子时，他发现了更大问题。他好像给我使了眼色，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确定。他就是眼睛都一直在瞟着那个男的，感觉他很害怕那个男的。后面我们仗势就在我们这个监护人员的协助下，要求这群人员呢必须下车进行全面的检查。那个女的还就是准备下车，她那个女的她想下车，但是可能她也有点不敢。出乎执勤官兵的意料，坐在越野车后排座上的一名男子突然采取了极端行为。准备下车的时候，就一把直接搂住那个女的，然后刀就拿着架在脖子上。担心人质的安全，武警执勤官兵不敢在第一时间贸然行动。就在短短一瞬间，车子突然发动冲了出去。这辆越野车里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持刀劫持同车女子？一起重大案件的侦破工作随即展开。中缅边境方向，武警云南边防官兵、公安机关民警开始紧急布控。首先是调派警力，就是首先要给他堵在我们警内，不能给他出去，这个是我原则和底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同时，这辆越野车里的情况也经公安部门核查清楚，强闯澜沧边境检查站的犯罪嫌疑人和前一晚在昆明发生的一起绑架案是同一伙人。在昆明，四名犯罪嫌疑人绑架了一位开小型越野车的女士。距离犯罪嫌疑人强行闯过武警澜沧边境检查站三个多小时后，武警勐马镇边防派出所的官兵终于在临时设置的查缉点拦截住了这辆车。停！别动！拦姆马守来了3年多，
基本是走过无数遍了。再往下面，首先是不好设这个查缉点，它的弯道特别多，而且是下面香蕉树特别多。他如果嫌疑人逃窜逃进香蕉林或者橡胶林，你非常到时候难得抓捕。就正好这个位置，它上面是一块平地，下面是水田，视野开阔，而且不靠近居民区，所以说选择了这个查缉点。行，别动。虽然武警边防官兵成功拦截了这辆车，但是被劫持的女子还在车上，而犯罪嫌疑人的叫嚣声更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不想杀人的，不要冲动啊，有什么话好好说，什么都可以解决哈。退后退后退后，不要冲动啊，有什么好好说。此前犯罪嫌疑人不顾武警边防官兵的生死开车撞过来的那一幕，早已激起了官兵们心中的愤怒。而为了人质的安全，面对亡命之徒，他们必须冷静地处理现场。开门！车子被逼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人质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他车速特别快，第一担心人质是否受伤，第二担心四名犯罪嫌疑人是否携带武器的问题。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有什么好好说。武警边防派出所的官兵大都是20岁刚出头，现场指挥员年龄最大的艾胜宇也才31岁。官兵们手中的枪子弹都已经上膛，此时对他们来讲正在经受的是另一种考验。主要是当时我担心大家，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一点，就是大家听我命令，我开枪就开枪，我不开枪就不开枪。我一是担心就是官兵控制不清情绪开枪，使里面的嫌疑人受到伤害。我一直说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只有出于这个考虑。不要打不要打，开玻璃，不要打不要打，赶紧往回走，不要打。接下来为了车里那名女人质的安全，武警边防官兵还有和犯罪嫌疑人周旋。他动了，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不要冲动哈，有什么话好好说，什么都可以解决哈。我只求我们能闹过去。别激动啊，我跟你协调，有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你。我只要你不伤害人质，有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你。不要激动，给我们车，让我过去。好，你稍等一下。尽管武警边防官兵耐心与犯罪嫌疑人周旋，但是有一个危险情况突然出现。他拿着一个和手机和那个遥控器一样的东西，都提到嗓子眼上，以为是一个什么，可能说是个定时炸弹的遥控器。他就是这么，刚开始出来后左手下来车换到右手，后来他按了一下，我们听到那个就那噼噼啪啪的那个声音，我们才确定了那是个电击器。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已经撞坏，他们要求武警边防官兵为他们提供车辆出境。等等啊，队长，不要伤害人质。我们只先报警，等等。啊，好，车我们可以协调。人质啊，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已经退后的武警边防官兵不能采取新的行动，他们要继续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不要伤害人质，不要伤害人质哈。你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啊！我们开车只想过边境，真的没什么，我们没想过要伤害人质。现在人质怎么样？安全。他说句话。让他说一句话给我们。但是武警边防官兵并没有听到那名女人质的声音。已经在协调，我们领导已经在协调了，哥，你们冷静下来，啊！先拿车，拿车！已经在协调了。没他妈拖，没协调，不要急，哥，领导已经在协调了，哥。嗯，因为当时给我们的就命令说是有四个嫌疑人，已经钻出来三个了，还没见到另外一个嫌疑人，也没见到人质。但僵局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不放心人质的安全，现场指挥员艾胜宇决定走到车边看个究竟。为此，走向犯罪嫌疑人之前，艾胜宇要脱掉身上的装备。我不相信你们，那你就保持一定距离，我们两个好不好？不行，
我你就退回去。大家我进多了，有我决定的距离，有什么好好说大家。就让时间给一把枪，给一个人，我们就八人。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把我们身上的武装卸下来，才能松懈他们的情绪，才会让我去看人质的情况。最终，安生宇冒险靠近了犯罪嫌疑人的车辆。我看到里面的情况，第四名犯罪嫌疑人一直没下车，这个犯罪嫌疑人左手勒着那个被害人的这个脖子，然后右手拿着一把匕首抵在那个被害人的就是被劫持人质的脖子上面。当时看到那个就是人质非常镇静，没有受伤，除了就是他先期就是划破了刀伤之外，反而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因为撞车就是脸上都是血。看到人质安全，艾胜宇一直悬着的心稍微松了一点，但是要把那名处在极度危险中的女人质安全解救出来又谈何容易？接下来营救人质的行动又该怎样展开呢？持刀劫持人质的犯罪嫌疑人始终躲在车里，并且要求给他们提供车辆出境，官兵该怎样应对？又是什么转机让解救行动出现希望？最终人质怎样成功获救？军事纪实正在播出《黄土末路》。一点小事是吧？没必要弄到开枪那个地步。我跟你说，弄到开枪那个地步是吧？我们一旦边境解放人。只要人质安全，你们配合我们，然后其实你们都没什么的。没什么事的，你们多点配合我们，没什么事的，这三个。然后在那，我刚刚他把车撞了飞过来。不要动！往后退，往后退！不要出来，不要冲动！要是他不给呀，车站锁死了。通过和犯罪嫌疑人的反复对话，武警边防官兵逐渐掌握了这几个人的基本情况。除了已经露面的三个人，另外一个一直在车里劫持人质。如果配合我们的话，其实你们是没什么事的。只要没有对人质造成人身伤害，你们的事情不大。那么车外的这三个人听了武警边防官兵的政策宣传又是什么反应呢？边防警官张春平在向犯罪嫌疑人问话时拿着枪的手背在后面，这个细节被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发现并引起了他的不满。谈是吧？是跟你好好谈，但是你那枪拿着算什么？你憋起来嘛，会怎么了是吧？你像哎，刚才那位哥哥呢？他不是就憋着了吗？多好，多有诚意是吧？好，枪我别起来啊！穿黑白相间短袖 T 恤的犯罪嫌疑人说：“你看那个哥哥，枪都入套了。”我们张警官就说：“好吧，那我也把枪入套。”这个时候主要是给他这样做，就是放松他的情绪。犯罪嫌疑人把在场的警官叫哥哥。武警边防官兵马上捕捉到了这个重要信息，长时间的政策攻心起了作用，这是犯罪嫌疑人强硬态度开始有所松动的一个信号。最终给我们使了个眼色，他就指了一下穿衣服的，他说指了一下，他这样摇了一下头，跟我们耸了一下肩，摆了个这种姿势，就感觉自己很无奈嘛那种感觉。看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对武警边防官兵使的眼色有了回应，官兵们很快对他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让他到这边车里面，不要跟姐姐在一起嘛。这名犯罪嫌疑人明白了武警边防官兵的用意，他开始悄悄地和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拉开距离。他自己会伪装，他伪装了，他就自己走到我们那个嫌疑，我们那个装备车的那个副驾驶那个位置，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车被撞了嘛，撞了以后那个车门是开着的。他就爬进去以后，他当时就翻到了一支笔，就给我们写东西嘛。看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表示出配合的态度，
为了分散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力，其他官兵陆续对态度强硬的穿绿衣服的嫌疑人做思想工作。你呢？你的父母都在外面吗？没听父母。就在一部分官兵和穿绿衣服的犯罪嫌疑人交谈时，距离十几米远的地方，边防警官张春平要跟那名愿意配合的嫌疑人悄悄接触。在撞坏的警车里，犯罪嫌疑人写下一张纸条，他要扔给张春平，就把那个揉成一团，揉成一团，就向那个车窗外面扔嘛，上面就写着说，我只是他们叫来开车的，我不想伤害人质，就说自己不想干这种事情。拿到纸条，张春平迅速向现场指挥部做了汇报。随后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张春平又给那名嫌疑人回复了纸条。我跟他写了个纸条，我说你的做法是对的，你找机会让你自己跟那个跟车里面那个嫌疑人交换一下，你让你自己去那个劫持人质，等待我们的这个安排嘛。我说你要自己注意好自己的安全。经指挥部分析，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所以张春平把写有回复内容的纸条别在一支笔上，扔在了草丛中。当时可能没有成功，他又给我们写了一个纸条扔过来，那个纸条内容是，我只是他们一个开车的，他们就是里面那个嫌疑人，他不信任我，不让我去劫车，但是他说，但是我可以把车门打开一瞬间，接下来就看你们了。由于不能确定车内的一名嫌疑人和人质处于什么状态，现场指挥部考虑到人质安全，否定了这个办法。尽管如此，武警边防官兵在拦截下这辆车后，与犯罪嫌疑人三个多小时的斗智斗勇，已经为后面的营救行动打下基础。下午从几百公里之外赶来的普洱市公安局领导和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支队参谋长等人相继赶到现场，营救人质的行动将进一步周密部署。犯罪嫌疑人提出警方提供一辆车开往境外，考虑到人质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临时调来一辆皮卡车，并提出交换人质。犯罪嫌疑人害怕身上有伤，又被劫持二十多个小时的人质死亡，他们更无法逃脱，于是同意交换人质。但是他们提出要年龄大的民警交换与人质。四名犯罪嫌疑人中，穿绿衣服和车里的犯罪嫌疑人强硬到底，而另外两名嫌疑人口头表示愿意和警方合作。现场指挥部分析，交换人质的时间就是最终安全解救人质的最佳时机。现场由普洱市公安局领导统一指挥，武警云南总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官兵按照统一指挥各司其职，以确保交换人质的安全。最紧张的时刻到了，当一直坐在车里那名犯罪嫌疑人独自走向皮卡车时，见之前答应与警方合作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未采取任何行动，而且有驾车逃跑的迹象，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爆震弹响起，武警官兵、武警边防官兵和公安民警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当走向皮卡车的犯罪嫌疑人直到威胁交换人质的那名年龄较大的民警时，枪声响起，威胁人质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当场被击毙，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捕。战斗结束，被劫持的女人质成功获救。
普洱市孟连县猛犸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武警边防官兵接受了严峻的战斗考验，为了这里的安宁，他们将坚守这神圣的岗位。川西高原，一场激烈战斗正在进行，伴随战场上的弹药、油料损耗严重，应急保障里的行动至关重要。演习导演部不断设置的科目将对他们造成什么致命威胁？平时贴近实战的训练又能否让他们在战场上化解一个个难题？军事纪实下期播出，高原战场粮草队。